侦探们的表演真的是十分精彩。下一首歌是什么呢？是我。哇！我在二环路的边。该来清唱啊，这个节目。没有。曾想过离开。漂亮，气氛来了，让你天翻地转，咆哮着呐喊，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。这句炸了、哦、世界不会轻易崩塌，因为陈哥总会替我们挨打。谢谢。何来梅也就这样了。我要冲进好莱坞奥斯卡，我要冲进世界杯。那是多大一梦想。我可以真的成为天后。等了7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个舞台。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。祝大家真心不改，所愿皆所得，新年快乐。